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车钥匙。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，得给你洗车。OK， 走了。啊。叶副长，叶副长，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你，啊，我自己家训了。要不今天给我批个假？全体集合。哎，我真家训了。哎，嗯呀，吵死我了！哎呦，你瞧瞧你这命啊，闺女啊，就厨房这些活吧，妈从来都不碰，都是你爸。哎，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。你再看看你那双手，哎，兄弟给我打电话说房子有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家里没个男人能行吗？你赶紧把早饭吃了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吃了啊？不吃了。哎呦，这傻姑娘，什么命啊这是？哎呀。还得当妈的来帮你啊。向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李希成呢？哼，哎，看啥看呀？菜做好了，胃填满了，啥事儿摆不平啊？来，把那盘子给我。程姐，嗯，今天老赵怎么来了呀？你个傻小子，老赵好歹跟你们那个吴战呢，那是年龄相当，坐在一起啊，先把这画给捂热乎了，一会儿再敲敲边鼓，再配上你妈的菜，有什么事儿他能拒绝呀？哎呀，张杰，你是没有问题，我就觉得老赵，他就是一个退休的化学老师，你说他能跟那个吴战聊到一起去吗？你别不识好歹啊，人老赵帮了你多少啊？再说了。不是为了你，我能让他成天上咱们家来呀、啊？哎，张姐，嗯，老赵来咱家是好事儿啊。如果他这次表现得好，你也对人家好点呗，别总是拒人千里之外啊。去，别胡说八道啊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我当然管好我自己，我这不为你下半辈子幸福考虑吗？哎，李希成，怎么了？下半辈子你不照顾我了？哎呀，我肯定是照顾，但我也不能。每一方面都照顾得到吗？你这个兔崽子，赶紧把火关上啊！好，赶紧把菜给送上去啊！哎、好嘞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来，哎哎，好嘞，我接着去拿啊！好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快点，哎哎。吴站长，这也太客气了，这么多菜。哎呀，不多，这还客气啊？你要是不来，家里不也得炒几个菜？这就齐了啊！来，哎，吴站长吃。哎，好嘞。刚才啊，吴站说的可太好了啊！一个队伍，那纪律就是保障，真英雄那都是从烈火中滚出来的，不经过锻造。哪能成钢啊！是，有道理。来，
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来，吴站长，来来来来来，吃吃，来来来，多吃点啊。来来来，吃点。啊，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太客气。你在哪儿呢？他们发现你不在，找你都找疯了。别急，哥们儿这次回去之后就跟他彻底没关系了。哎呀，你悠着点吧，反正你赶紧回来。叶副站，这回是真急了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忙正事呢，挂了。来，吴站长。来，喝水。吴站，我回来了。吴站，凑合着吃点吧。这小子就是靠我这几道拿手菜赚的钱，把他给拉扯大的。是，张姐呀，做海鲜的手艺在这一条街上那就叫一绝。吴站，多亏你照顾他呀。哎呦，这小子自从进了消防站呐，哎呦，进步很大呀。不过我最近听说他跟那个副站有什么理念不合。哎呀，年轻人嘛，事儿就是多，以后啊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他。张姐，年轻人嘛，理念不合，冲动，嗯，啊，意气用事，这都是很常见的事儿吧？啊啊啊，是。但是我觉得，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。嗯嗯。比方说这个思想涣散，纪律不严。是，吴站长他批评的对。嗯，吴站，我这儿子从小呢是跟我一起长大的，独自面对的事情呢也比较多，他有他自己的主意。是，这小子从小就有主意。是啊。吴战，我就直接实话实说了吧。这次请你来家里呢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下，我这个申请单训的这么个事儿。单训？嗯。那你说说你的想法。哎，自从我去了那个安定啊，那个叶副站一直对我有偏见，我觉得他那些训练方法根本就不适合我，所以啊。谢长。评判一支队伍是不是专业，最直观、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看这支队伍的纪律。我们消防工作是一个团队协作，纪律往往就意味着救援的成或者败。啊，我知道。哼，不过这小子可以啊。整个安定消防站，你是第一个跟我要单训的人。第一个。哎，吴战，反正行不行，你给个痛快话吧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记住两点。第一，要有一个老队员和一个新队员三个人一起训练。第二，安全第一，单训过程中不能出任何差错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怎么没了？没了。行，只要没那个叶副站怎么都好说，我敬你吴站。男生还行啊。哟，这不贺大小姐吗？我算见到她了。是啊。哟，贺大小姐来了呀。这前些日子见你比取经都难啊。哎，听说昨天晚上喝大了。手拿开。你要是找不着地儿放了呢，我就帮你打折了，好不好？至于吗？说这个，昨天晚上猴子也在这儿，看见你了。是吧，猴子？别提了，大小姐昨天晚上在酒吧喝的那叫一个嗨哟，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，吓得我都没敢过去。哎，该不会是想念你的那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吧？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哎，我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早就听说一个消防员小哥哥了，哎，什么时候带出来，让我见见。真真，我劝你啊，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不三不四，我看最不三不四的就是你们几个了。老大不小的，一天天除了花钱，什么正事儿都不会干。你别老说我们几个，你说你一姑娘，你天天跟消防员混在一起，啊？怎么着？喜欢那套制服啊？对。你管得着吗？何女士，您的车洗好了。嘴里吐不出香烟，
走开。切，嚣张什么？哎，振振，你怎么开这么一辆破车啊？哎，这车不会也是那消防员的吧？呦呦呦，挺奢侈啊，配着破车。哎，怎么着，这小白脸上手了？你说话注意点。怎么着，还不让说呀？不让说他别当啊。郑小康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嘴不干净人干净，至少我不当一小白脸，等一姑娘送东西。就消防员那点工资，哼！郑小康，你现在吃的喝的全都是你爸妈给的，人消防员怎么了？人家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老百姓，就你这样的，连跟人家比的资格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何真真，你为了一破消防员，你这么挤兑我？没错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别求你爸妈，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躲开！姑娘，真是恭喜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真是够幸运的，你前脚买了阿姨的房子，后脚这房价就涨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我来跟他说，姑娘啊，你买阿姨的房子，一分手就赚了十多万，这不，阿姨家呀最近出了点事儿，急需用钱，那你说这十多万，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呢？我也不要多了，就要5万块钱，这房子还得涨，以后我也不问你要了啊。房子我自己住，我也不会卖。所以您说的房子的涨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一人一半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那你要住也行，但是这个差价你必须补给我。这房子还没过户呢，怎么算也该有我一半吧？阿姨，您这要求是无理的。你少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我这是有道理的。那房子没有过户，就意味着还有我的一半，走到哪儿去说我都占领。合同我们签了。钱我也给您了，没过完户也会过完的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这房子就不过户了。你们两个商量好啊，想好了拿着钱来找我。哼，这来我们这儿好几趟了，非得要钱。房子是你们推荐的，也收取佣金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再做做他工作，要不你也起诉吧。张姐，这老赵原厂打得真不错啊。哎呀，儿子养大就是为了给张姐刷碗的。来来，我来。这什么事儿都答应得这么快，你过脑子没有？哎呀，张姐放心吧，有谁能经得过你儿子？不会有事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其他事儿都好说，就这件事儿你一定要考虑清楚。这救援本身就很危险。反正你得给我保证安全。哟。你看你这脸辣的都能挤出水来了，怎么了？你说，李西城，鬼主意多？不是鬼主意多不多的事儿，您干嘛同意啊？鬼主意多的有时候不是坏事儿。他一次又一次的破坏纪律，其他队员我怎么管理？
这就没法管了。你啊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纪律固然重要，但是咱们得灵活运用啊。你说，李希成纪律性差，你为了板他，给他定个死框框，得让他自己碰啊，碰他个鼻青脸肿、头破血流，吃亏。你看他知不知道？季恒。 行。何儿啊，怎么样啊？阿姨坐着呢。哟，不错呀，哎，大厨级别啊！嗨，什么大厨级别？干不了这些活。我这水平啊，就能管饱。嘿嘿，爷，你去屋里歇会儿，这儿油烟大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何儿啊，平时你们也是吃单位啊？哦，如果单位忙或者有工作或者是有任务，就将就一下，习惯了。这工作的时候可以将就，下了班了可不行啊。 那楼底下就有个菜市场，下班了买点菜，上来做做饭。那两个人在一块吃，不比在外面吃好啊？哎呀，我们家宜宾啊最爱吃家常菜了，什么宫保鸡丁啊、鱼香茄子啊，还有剁椒鱼头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辣椒啊，这一定要买红色的，他最爱吃了啊。哦，好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哎呀，闺女啊，可算是回来了。饿了吧？赶紧洗手，准备吃饭。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小何来了。谁来了？何然呢？哎，哎，不是你，哎呀，哥，快到我姐姐家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在她小区呢。哪栋楼来着？3单元2501。然后，对了，哥。 我妈跑这也在呢，然后你今天好好趁机表现表现啊。你妈也在啊？啊，哎呀呀，好像在呢。行行行，挂了挂了，跟我跟你说啊，游戏呢。啊，好嘞好嘞。哦，妈妈也在啊，买点东西去啊。来，阿姨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，小何。哎，应该的，阿姨。一冰。 你老丧着脸干嘛呀？啊，这好不容易休个假，大家一块吃个饭。哎，你尝尝人家小何的饭啊，做的真的好吃啊！来，阿姨，一冰，你尝一尝，看看合不合口味啊？哎呀，合啊合啊！哟，快递到了。啊，那我去吧。啊，就当自己家。哎，好嘞，阿姨。 谈恋爱闹别扭很正常啊。你怎么来了，小何？哎，阿姨，你说。你们认识啊？啊，对。 认识。哦，阿姨，我没打扰到你们家宴吧？哦，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来了就是客啊。你叫什么呀，小伙子？我叫李希成，阿姨叫我小李就行了。哦，小李呀，哎呀，让你费心了。阿姨，您就别客气了。我还要多谢谢温教官平时对我以来的照顾和关心。啊。 你说你啊，约了人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啊，小何，你别介意啊。哎，
啊，不会的。其实啊，今天是阿姨张罗的，这不周末吗？正好啊，你们俩也都认识。妈，你能不能好好吃饭？怎么了？这不是边吃边聊吗？来来来，小孩小李啊，动筷子啊！好好好，来，阿姨，哎，您吃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来来来，阿姨。 小李啊，哎，刚才阿姨听你叫温教官，你比他职位低啊。啊，是，阿姨我还年轻呢，低才有上升的空间嘛。<笑>哎，小何啊，阿姨听说你要升成正队长了是吧？哦，阿姨还没呢，现在还是考察期。 还得服从总长安排。哎呀，别急，你肯定前途无量啊，会升上去的。妈，你能不能别问东问西的？又怎么了？那我了解了解年轻人状况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啊。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没你的事别瞎掺和。瞎掺和？哎，这怎么叫瞎掺和呀？哎，我不得替你把关呀啊！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哪样啊？啊，就靠你傻呵呵的一个大姑娘啊！够了，别说了。好，好，我不说了，你自己看，我还不管了。阿姨，哼！哎，阿姨，阿姨，哎。 何警官，你跟阿姨比较熟，劝劝她。哎呀，安抚一下，安抚一下她。一冰，你少生点气，阿姨也是为了你好。哎，温教官，看你平时挺高冷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！你来干嘛？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，如果不是上次你带着我，恐怕我现在都闲出病了。这不巧了吗？正好碰上了这么一出大戏啊！没事，好好训练，少在这给我耍花枪。好，我也看出来了，阿姨也喜欢实在点的。<笑>回去。好嘞。啊。 温教官，我个人觉得何警官并不适合你，我觉得走。哎，好嘞。何啊，你人就挺好的。哎，这样啊，回头啊，我给你列个他爱吃的菜谱，你买个菜谱好好的练一练。 我再给你配把钥匙，下了班买点菜，上楼上给他做做菜啊。阿姨，其实有些话我想和你说一说。啊，你说。我和一冰分开以后，我一直在反省自己，其实就是因为我太自私了。我总想把自己的意识和想法强加给他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虽然他很迁就我，但是一冰也是一个很执着。 有想法的女孩子，他知道自己该要什么，该如何打造自己的生活。在这一点，你和我都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哎呀，何儿啊，你就是成熟稳重又懂事儿。那个小滑头，你可得提防着点儿啊，他俩在一个单位，难免会走得近。阿姨，你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尽全力把一冰追回来。 但是，如果他最后还是没选择我，我也要谢谢你，阿姨。何儿啊，你真好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看他自己的命吧，啊。哎呀，可以吗？不行的话，千万别勉强。洪哲，该面对的迟早都要面对，走，跟哥进去。 准备好了。
完全看不见了。冷静，冷静，一定可以的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叶展，西城和冯哲他俩，哎，怎么样？你想害死他是吗？怎么了？这谁的主意？我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在没有施救设备和施救人员的情况下，后果可能有多严重？现在不没事儿吗？这不好了，在这儿。这就是你要的丹训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冯哲的弱点就是害怕幽闭。如果现在解决不了，以后永远都会是他的弱点。报告，是我要进去的，闭嘴。你们三个，每人写一份检讨。你吓死我了，自己看看多长时间了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爸。儿子。叫那么大声干嘛？整栋楼都能听见了。哎。吃饭了。儿子。哎。吃饭。爸。你吃吧，我吃过了。吃过了？哎，不是说好了周末等我一起回来吃吗？你每次都说周末等你一块儿吃，但上次回来可是一个月前了。哎，这不是单位里事儿多吗？忙。行了，谁听你解释？吃完饭把碗洗了。啊。还真饿了，儿子，儿子，哎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爸，我在看电视呢。嗯，过来坐，别老盯着电视看，时间长了把眼睛都看坏了。再说了。电视能有你老爸好看。爸，电视上的你比现在的你好看，镜头里面您不显老。说什么呢？我老忙。好了，儿子，你爸这没日没夜的工作呀，总把自己当小年轻呢，你就别戳他的痛处了。妈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哎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小心一会儿下去单练你啊。单练就单练，谁怕谁啊。等我把饭吃完了，儿子，嗯，我可以陪你单练，不过帮我个忙呗。说，等会儿吃完饭了，帮我把碗洗了啊。爸，你又赖皮。
有礼物分享。我去，没睡的人有口福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我想这东西想了好久了，馋死我了，真的。你不喜欢喝可乐，我给你拿雪碧。嗯，喜欢喝。西城哥，凡哥，我就是觉得今天挺对不起你们的，害你们被骂，要写检查。哎呀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写检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，而且我都写完了，你也写完了吧？不是，你写完了啊？我没看你写啊。想看？啊。行。哎呀，我这检查，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检查。根据我这么多年来写检查的经验啊，这份检查是我写的最完美、最无可挑剔的一份。真想看？看。行，我看。看吧。还有最后一圈，加把劲儿，嫂子。爸，你这叫单恋吗？你在遛我玩呢吧？这才哪到哪儿啊！我还没给你加量呢，这算是照顾你。来，加速，走。爸，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这老伤犯了，别跟你妈说。我知道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嗯，那爸你没事的话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吧。你说。我们学校下周二要举行亲子运动会，我妈当然有时间，不过我想请你去。下周二啊？嗯。下周二，行，我去。我正好找找你们张老师，问问他你最近的情况。谁？张老师啊。张老师。他都调走好久了。不是，我上次家长会他不是还在吗？切，那都上上个学期的事了。哦，这时间过得真够快的。来，再来五圈。还来啊？你怕了呀？切，我才不怕呢。走了。走啊。加油。只让写检查。嗯，你画参谋干嘛？装修啊？这怎么办啊？徐正哥，我帮你写吧。扑克脸说写检查，他有说必须写多少字吗？没有吧？嗯，所以明天啊，我站在他面前，非常认真的跟他说，我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那不就行了？你要是这么说，他好像还真没脾气，是吧？其实我这个人挺笨的，胆儿也小，一遇到事情就慌。我挺羡慕你们的，能在火场做事，又有主意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、不可取代的，谁都有谁的优点，都有他们自己的缺点。哎，李西城，你这话说的可有深度啊。我也不知道哪有深度，反正冯哲，以后你有不会的地方，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，需要我们教你的地方，你都跟我们两个说，嗯，我们两个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的。没错。好，谢谢齐正哥，凡哥，来，来。您什么时候发现起火的？具体什么时间我也不清楚。收好啊。早上刚换老刘的班，小心点啊！到了灶口就听到煤堆里面啪啪的响，才发现他已经烧起来了。这个拿着。老刘呢？老刘换班回去休息了。您这样，您找人把老刘叫来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您吸烟吗？不不不，去吧。随我吧。来，这边剩几个人过来，收拾一下装备，收腿。那我帮你，不用管。来，你们俩跟我来。哎，一冰，嗯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好，小心点。饭里边还有啊。
注意安全啊！快点收拾装备装车。这边。哎，等等，帮我拿一下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拿着。跟着我干嘛？我来复查现场。怎么了？家里那团火还没灭呢？不是，我这个人呢，一向非常热情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装装你男朋友什么的，帮你把家里那团火给灭了。你不是工作已经完成了吗？赶紧出去吧。说实话呀，你们家那个男保姆根本不行，做饭又不好吃。改天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那，哎妈，改天我在出任务呢，干嘛总打电话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回去了啊。哎呀，你爸这人吧，真是太讨厌了，他又答应带我到国外了。哎，对了。那个小何下班啊，要到家里来做饭。你下班后啊，早点回来陪陪人家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请进。好好休息啊。谢谢啊，护士。没事儿。这还挺严重的，不会留疤吧？快坐。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？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，你不一样。我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对了，今天我来呢，一是看看你，二是要调查一下我厂的事情。吴战，冯艳萍怎么样了？你给我进来。说说吧。谁让你进火场的？我自己。那上一次呢？我自己。你自己，你自己，你怎么那么能呢？啊！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啊！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，这次把温义兵搭进去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，不够你折腾的是吧？吴战。我跟站里申请起大股处分，用不着，现在卷铺盖滚蛋，现在就走。出去。